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啊，妹子，上节课咱们又讨论了几个跟建职有关的，那主要是跟搜索有关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搜索一个职在不在数组中，对吧？嗯。当然了，有一些注意事项，比如说搜索数组的注意事项，搜索大小写的注意事项，对不对？嗯。还有是搜索通过下标来搜索在不在一个数组中，对不对？就是搜索值返回的是下标的那个，对吧？嗯。还可以用 as set 那个去判断一个存不存在，还有什么 array k replace 那个，对吧？来判断存不存在。那一些细节跟你说了，那这节课呢咱们还需要讲数组建职的操作函数，那是把最后几个跟建职操作相这些讲完，对不对？嗯。那看还有哪些跟建职操作有关的函数呢？咱们找一下这里相关的，这里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来退回来找一下，这里边有个，看一下跟建职相关的这个，只要带键和值的，你看啊，交换数组中的键和值，对吧？作用，如果你想把键和值给对调，让值变成键，让键变成值，这种情况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函数，对吧？嗯，有用到的时候，所以咱得说说。那知道功能了，参数呢也只有一个，对吧？是你传递的数组，也就是要键值兑换的那个数组。那返回来的呢？肯定是换过来的数组，对不对？那咱们在这块重新在这里写，当然这个数组上个例子写的数组有点怎么的，有点多了，对不对？怕大家乱，所以呢我删一部分，再只留什么，对，只留数组，然后看一下，打印一下，是不是只有四个元素，元素越少能做实验越方便，对不对？嗯。那现在我想再交换一下，怎么交换呢？看一下，直接使用 array 下划线 lilip 是这个函数吧？嗯。然后里边传 lamp， 记着原数组是不变的，是交换完之后付给了一个新的变量，对不对？新的数组，看到了吧？嗯。所以新的数组是变化的。打了鬼啊！它没有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可用的参数吧？是不是就这一个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值，换没换过来呢？成功的换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原来是 Linux 操作系统是 Linux， 现在说的是 Linux 是操作系统，对不对？原来 Web 服务器是 Apache， 现在 Apache 是 Web 服务器，对吧？这样就交换过来了。嗯。但是妹子想没想，有没有什么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？嗯，刚才妹子说了一种情况，但是我第一个想到这个用这函数的时候，我想到什么呢？键是不能重复的，是不是在一个数组唯一的？但是值是不是可以重复啊？对吧？那值重复了再兑换什么样的呢？想象一下，也就是比如这里边我再写一个，比如说值相同的，比如说语言 LANG 是什么 PHP， 对吧？然后或者我这块再写一个数据库DD 这块是 MySQL， 看到了吗？是不是两个相同的？如果相同的一转换的话，键不能是，比如不能有两个键是 MySQL， 不能两个键是 PHP 吧？那这样的话那就不符合数组的规则了，数的键是唯一的，值是可以重复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一交换的时候，大家还要注意一些细节，什么呢？后边的会把前面的覆盖。什么叫后边把前面覆盖呢？现在比如 PHP 这个在交换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是 PHP 在前 ，LANG 在后啊。但是这块是不是也有 PHP 有 language 啊？那这块只是 PHP 是下标 ，language 是值的，
对吧？咱说的数组原则，后边出现跟前面出现过的值的出现过的时候，就是一种重新赋值，对吧？就是覆盖。那同样 MySQL 是会把这个 MySQL 覆盖掉啊。所以翻转过来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值，看一下 PHP 这块 ，PHP 这是 language 啊，对吧？哎，我刚才写的不对吗？啊，这俩没大小写对不对 ？MySQL 是不对了。我说怎么能出现两个下边 PHP 啊？因为当数组就是变量，变量是英文大写的，对吧？啊，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啊，这是小写的，这是大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才有两个，对吧？那刚才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那这个呢，我还会想到一个问题。刚才妹子已经提示我了，什么呢？咱说了，数组的下标只允许两种类型，一种是数组，一种是。所以对整形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这个值现在值都是字符串对不对？反过来它是可以作为下标的，就是关联数组。如果这个值比如说这块是10，可不可以啊？这也没问题对不对？你看整形是可以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这个比如说 MySQL 这块我是数组类型的，数组类型是根本不能做下标的对不对？那我试试一个浮点型呢，我是一个空呢，对吧？这些都可以作为值，但是不能做下标的，对吧？前边我记得咱学过什么问题啊？是其他类型如果做下标的话，是不是会自动转换呢？对吧？啊，这个是转换呢，还是崩溃呢？还是给你转换了，然后提示个警告呢？那咱们就看看结果就知道了。先看一下，转成功了吗？没准没有，是不是给我们一警告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这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怎么的？这个函数的处理的值只能是整数和字符串，也就是下标能用到的，对吧？是不允许用其他类型再用这函数转换的，听懂吧？这就是我们这个函数的一个特点。其实这里说了，咱们已经用到过了，对不对？那再看一下相关的，这里边相关的这俩咱们是不是用过了？进值，那还是没用过，这个没用过。那咱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函数，把这个保存一下，看一下另外一个什么呢？这个函数干嘛用的？返回一个单元顺序相反的。对，返回一个单元顺序相反的。什么叫顺序相反的？单元是元素。对，就是元素。只是它翻译过来的名称不一样，就是把元素给反过来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看一下，我这里边，我再把这几个新加的这个去掉啊，又回到咱们 LAMP 这几个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呢 ，Linux 是不是在第一个 ，PHP 在最后一个？但是呢，处理数组呢需要倒序，对吧？那怎么办呢？就是用 array 啊，这个函数名我还忘记了 ，re。VERS 对不对？对 ，REVERS 这是反转的这个单词，然后是不是只有一个必须的参数就行了？那返回来的这个函数是什么函数啊？是数组，就是，也就是反转后之后返回来的数组是这个吧？那我们这块里边只要传上谁啊 ？lamp 对不对？返回来的是不是一个新的数组呢？对吧？我们打印一下。$AR 来刷新一下，是不是就调回来了？Language 在第一个，然后数据库，然后外部服务器，然后操作系统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现在妹子对于这个你上面有没有一些想法疑问呢？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刚刚讲的那个交换的那一样，刚才是间隔值交换，这是顺序交换，是吧？那这个有没有需要注意的点呢？没有吗？一样的，就是顺序不一样。原来的数组前后。刚才你没注意到，原来的函数，刚才咱们学的是一个参数，这个还有个参数咱没学呢。那肯定它有一些需要注意点，所以呢，通过第三个参数、第二个参数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就看一下第二个这个可选参数
咱们是干嘛用的？你看，接收数组它作为反馈单元顺序数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如果这个参数就第二参为真，则保留原来的介名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保留原来的介名啊？那怎么能让它不保留原来的介名啊？第二参数是它新加的。对啊，如果它为真，则保留原来界面。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咱们现在这个默认这个保不保留啊？是保留了。那我现在传个假值呢？咱来试一下，也没什么变化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呢？什么叫保留原来的介质啊？就是它原来是谁还是就是顺序不一样。原来是 DB 买所有还是 DB 买。那这个参数咱现在没看出区别，加不加？嗯。加点针针。所以说。对，咱看一下。索引数组怎么办？我把这个去掉，看下索引数组啊，这块我把它去掉，是不是就索引数组了？啊，关联数组咱是看不出来的，对吧？好，现在我去掉之后，你再看一下，我在不加这个参数的时候，看好了。下边零是 PRP 这块，键值跟原来不一样了，所以这能处理什么数组看到了吧？所以呢，比如关联数组实验，那如果想保留这个，我只要这块加个什么 处，现在看一下，是不是3210，这就保留原来的键值，听懂吧？而刚才关联的是看不出效果的，听懂吧？这就是这里边说的情况。当然，这个在手册里边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例子，对不对？可以看一下，好，到现在为止，系统的这些函数中，基本上跟键值有关的处理函数，咱们基本上都向大家介绍了，对吧？当然还有一些个别没介绍到的，那如果高老师给你没介绍到的，应该是以后开发的时候极少数应用得到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不能说从来用不到的，数组函数都有用到的时候，但是极少用到的时候，你也不用去特意的看，你只要把我讲过的函数，把它弄细弄熟。那基本上够你后边开发用了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大家。那到现在为止，咱们跟数组键值有关的函数就介绍到这里边，大概介绍了能有个接近10个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去总结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，再见。